这一圈脏点在这里，这个应该是会卡的。肉好细啊！对，肉真的是细。这个问他多少？叫3000。有没有给过？他说给到是给过的，价钱不理想，看到多少给多少。你先问他不理想的价格是多少嘛？他说不想说了，看到多少给多少。有点丢脸是吧？嗯，对。500。他说不行的，他说1000万的话疯了，他说。1000万没有，600疯。他会多少的？你给他5万。他说比10万了呢，他说。好吧，10万就好好谈。这个昨天看过了，这个品质真的是高。但是呢，如果作为一个石头来搏的话，它已经没有任何搏的地方了，全部已经剥开了。它这个皮有点黄嘞。墨西沙呢，长酱呢有白的、黄的，还有黑的。我喜欢那种黑一点的。你跟他说它的料子很漂亮，但是我想买毒性大一点点。它这个已经擦明白了，没有毒性，我不要。我估计这个翻译难了。这个也可以了是吧？这不行的，他说不行啊，不行，货主要卖多少嘛？1500万的，1500万看不到，你要跟货主说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是我们做这一行的人他的一个自然反应啊。你要跟画主说，这里都是脏点，脏看到没有？然后这边没有用，这些在边边上一切就没压布，然后这个也有脏点，没办法，他不卖就算了，借书呗。这个他要1500啊，你叫的太高了，不会给价了。你说你看多少？多少？500。他是市场。哪里？我那边的羊肉里面的。他说给少卖一点。给他10万吧。你再不？这个教练能打一家店，你要拿五千，拿两千，不是哪个了？这样子哪一个去？太粗了。我刚才是崩多少了？500万这个就是他说要1500封的，我说看不到那么多。他说你给嘛，你给嘛，给就给嘛，500万。这个是那个皇家绿的，这种500万可以买的肉细，它这个跟那个又不一样了。做一下对比，这个是中好，这个是肉细，但是它这个你看，它整个都基本霸王，它不变种。它为什么这个才150多，这个要500多？就是因为它这里是淡淡的颜色穿到这里来的。这个料子呢，它这里有颜色的，它这个够厚，为了要把颜色放开，这个要一开二出来，看能不能做成一对。开可以了嘛，这里有裂，人家不把它搞开的，你看这里就是有裂，那有颜色啊，耐不住有颜色，但是上面这里这一点是没办法了，一定要把它搞开，懒得去切它。抛光槽大家就看得清楚了，500、12000，今天的潜水稍微高一点点，加上5万，大概是12300这样子吧，就一个6000多，你到哪里去买这种山材？ OK， 该涨了。这个切开啊，抛光完，大家看看它边边上的雾层，这个棕有多好，绝对是倒冰啊！这个雾层，比如说以这一面做面的话，看起来是冰的感觉的。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，对你说，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不管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依然陪。是呢，研究了一下，我的设计师他用了这一面来做，他说可以做个老鼠爱大米，反正在缅甸这边也没有工厂，也只能是抱回国内做。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有种特别的感觉，让我不断想，不敢再忘记你。